倪妮9月10日发微博称，杠杠杠杠时间，剧组临时背起来，并发了九宫格照片。照片中的倪妮看着非常的着急赶时间，飞驰在超市中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零食，简直就是个可爱的大宝贝呢。哈哈，身在洛杉矶的倪妮，照片中的倪妮推着一个大大的购物车，穿梭在超市的各个区，看得出倪妮很喜欢吃披萨。平时在剧组中吃不好的饭的演员，最喜欢在超市中买一些即食或是半成品的食物。平时想吃的时候，只需在微波里中加热几分钟便可食用，也是非常方便的，就可以享受热腾腾的大餐了。倪妮还喜欢吃酸奶，这可是美女必备产品了。吃完饭促消化的良品。当天的倪妮一身休闲装扮，上身穿了一件米色卫衣，下身穿了件牛仔阔腿裤，穿了双白色袜子的倪妮，你这是过啥季节呢？咋穿的是一双运动凉鞋呢？女神的装扮怎么样都好看，只是总是那样有特色。网友表示，漂亮的斜挎包包我也想要，不管穿什么都好看呀，真的好有气质呢。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他，双手抱着爆米花，像是个高中生一样可爱的摆着各种造型，真是活泼的女神呢。话说，女神你这是在超市购物还是给大家做表情包呢？真是太可爱了，喜欢吃啥讲，小编有种想要请客的冲动，不要拦我了。网友也是表示，姐姐你昨天晚上把我弄哭了，今天发九宫格来安慰我吗？距离月薪，距外还快，现在是购物时间，准备好零食，晚上哭的时候就没那么难过了。可真是超市拍照的典范呢，真是美呀，女神爱你么么哒。还有网友称赞倪妮的照片是教科书式拍照，真的很有范儿，支持你，加油。你喜欢倪妮吗？最近的天生长歌大家有看吗？有没有被虐呢？